高林啊，你真正哎，是西门凤的代志啦！你真要指令来叫我面头前想处罚咯？安尼指令伤可怜啊啦！为着演了较成的，嘛只会当安尼做，何指令就着淡薄仔听话，安尼才会当予英泰相信。我真正想要维护阮的婚姻，嘛予伊相信，指令是真心爱伊。许夫人，你敢袂当甲我讲，要安怎做，才当抓到许英泰上头？我知影，许英泰办公室保险箱内底有另外一支手机啊。伊只有私底下伫伊相信的人伊面头前，伊才会用这支手机啊。电话拢袂当提，大概伊做袂紧钱的代志的时阵，包括派人去对付应星甲天呐。伊拢是有一支手机啊，所以这支手机啊内面一定有真侪犯罪证据。徐英泰这个人做代志真犀利，伊无介意甲人撞击，而且已经保护迄个手机啊。伊若是无法度载两支手机啊出去的时阵，伊就会把手机啊藏伫保险箱内底。所以咱即马就要想办法偷摕着迄支手机啊，妈。你把监视器关掉，然后泡开保险箱，啊，我去把桌面箱来应开啊。管达，这麻烦你，把遐管人哦，给拖掉嘞，唔通哦，反正你赶紧哦，修理洗刷吊车。好。哪会拢不是这样的数字？阿哥有甚物后背？是我无想过。夫人啊，手甲摕着袂？时间无济啦，你袂使哦，随时可能会倒来，动作较激烈啦。我会当想到后背哦，我拢试过啊，啊，不过全部拢不是啦。啊，夫人，你试看卖，你还是浩杰生日，还是你结婚纪念日？英泰不可能用这么简单的密码。对啦，还有一个号码，我试看卖。徐董，多谢你直接陪我。虽然讲去玻璃足辛苦的，啊，不过这嘛是咱两个人会当独处的时间啊。今嘛在遮哦，袂孤单世界，敢若像咱两人同款，好浪漫哦。你拄则不是讲你足惊的？无我甲你笑笑好吧，笑笑啊。唔惊，唔惊哦。今天啊，我好狠哦，有你只要陪我哦，我已经哦。我让你惊嘞，不要紧，我赶紧哦，把康辉完成。好，高班长，你先上下，你那边要办个啥个？是啊，高班长先坐在你的办公室啊。还有徐云泰啊！你又搁创啥啦？哎，你卖对子，你后面来哦、喔。
总，你来台湾大厨店的办公室里面。我，美香，你过。大厨店，美香。将他抓起来。玉福，许云泰，你到底是在做啥？我刚才我一直有派人把丈夫电掉的，伊才将手机也交伊。我的人是将伊当作是贼来，赶快抓起来，把伊吊起来，一顿臭骂的。原来你跟陈子林去洗大楼外口的玻璃，佮叫高冠达陪你演这出戏，是为着要吊好李三。偷走意外办公室，是你做啥？你找这些？坤姨啊，无猜我对你这么好呢，无论是啥物，我都想办法来挽救你。杨国立，你煞这么忘恩背义，甲别人串通，想空想胖，就是要对付我。我真正是对你足失望。好。对我这样无情，安尼，我绝对是让你加倍痛苦。张一夫，你给我看清楚，坤宇这世人永远拢是坏人，我想要对伊安怎，都会当安怎。许云泰，你怕？你想我搞怕死？安尼我就自由啊！想要死，无遐尼简单。我绝对还不回来，活嘞，比死搁痛苦。这个，今我的身躯边，我爱的人。啊！你剩你一个人尔，你干嘛会反背我？你不肯回答我先，也是讲你根本就唔敢回答我，所以你嘛是甲坤姨串通，这件代志。你嘛有分，徐董，你现在在讲什么啊？我听无呢。对，徐董，跟这里莫过。这个代志，佮真一点关系拢无，全部拢是我的。你着继续搬。你是毋想要讲，这个代志自头至尾拢是你计划？你是毋是想要讲，
志玲甲这件代志一点仔关系拢无。英泰，无唔对，是我甲柯林串通好，要让西门虎时阵，甲你犯罪证据偷摕走。你做出这个伤天害理的代志，连你太太看袂落去啊，所以才决定要大义灭亲，同意配合我。高院长，原来你讲沈文峰是要处罚我，拢是假的，是你甲许文做伙设计陷害我。高院长，你是不是因为你的爱我爱不着我，我拒绝你，所以用这块恶魔来报复我？对，我就挑故意，把柯文联手要设计你。徐董，你敢不知影，这个高冠达一直跟我搞高低，我真的感觉足烦的呢。你该怕啦，该怕到哦，因为未讲，出来电话面头一个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替你好好修理，一直到你满意为止。啊，你真正是七月半啊才死我的，竟然甲昆仑串通来偷摕我的物件，我今日要将你这支枪给毁掉。徐导，卖好这笨手，甲你下仔用垃圾，而且伊那是还是残废哦。安尼，咱有麻烦的，让伊走啦，叫伊永远哦，莫阁出现在我面头前啊！好啦，高官达，我今日看一个面子，帮你耍，也无我见过你。你若是阁想空想胖，想要害我甲子弟，我就绝对让你变成失踪人口，永远消失伫这世界。你即马来死出去，上好离我远远，永远莫阁出现伫阮的面头前。老婆，我绝对甲你断脚断手，看一摆，拍一摆。徐董，多谢你替我出气，好佳哉有你。啊，若无，我真正唔知影要予高冠达害到甚物程度啊。是讲你拄则讲有物件，互侬偷摕走啊？敢有要紧啊？伊遐出头，我早就看出出了，哪有可能哦？互因达成目的啦。上个重要是，我手机啊抢回来啊，所以一点仔影响拢无。